开玩笑的啦，路亚做的炸鸡块最好吃了。好，海豆你好讨厌啊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早上没吃早餐，肚子饿得咕咕叫了。快把便当给我吃吧，路亚。女儿，你要不要紧啊？都是太勉强自己了才会这样。女儿，你要不要紧啊？你要不要紧啊？你要不要紧啊？我的身体突然不舒服，拜托你送我回家好不好，海豆？啊，这样也好，你忍耐一下，我马上送你回去。好。不好意思，我先送女儿回家去。啊，这样你好。喜爱海钓跟身后的游艇。什么？节目同学受了伤？是啊，看来节目社跟三下瑶两个人应该在南边洞穴里。阿舍。请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喜欢小峰吧？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比不上他。嗯。这一切都怪我不好，为什么一直到了现在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一直喜欢你。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呢？你好奇怪哦。为什么？我明明这么喜欢你，小乔，我真的好喜欢，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我好喜欢你，好喜欢。喜爱海钓跟身后的游艇，你要快点回来哦。想加入我的俱乐部的成员。啊，俱乐部成员呢？是啊，如果能够常常陪在我的身边，像我的保镖那样随时保护我，那该有多好啊。可以随时陪在香总的身边呢。太棒了。不知道有没有人肯当我的保镖，就好像我梦中的白马王子。哎，我要我要我要，适合了，我要我要。有这么多人要报名，我真的好开心哦。不过不需要这么多人。那么你想找几个人呢？这个吗？我想四个差不多吧。你就别报名了，你才不要报名呢。我决定挑选这四个人当我的俱乐部成员。哼，可恶！为什么是他？各位，你们愿意当我的保镖保护我吗？当然了。